很紧张，看我们吓到没有话讲。菲律宾的 SB19， 泰国的 Process， 韩国的 NCAP， 日本的 DOL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放马过来吧。就算要死我，也要死在路。太屌了，炸掉！这是我看过他们最精彩的一次。危机四伏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，穿越宇宙，彼此碰撞的少年们将爆发最强光和热。TVBS 42频道8月24日起，周六晚间8点准时登舱。